哎，周右谱到没到啊？没有，你啥时候买的呀？我深深的明白，昨天买。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刀锋，你不动是吧？我掏你七平 A。掏你七平 A。平 A 平 A 四药平 A 平 A 我掏你平 A 平 A 平 A 我掏你七平 A 平 A 他怎么升了呢？他升得比我还快呀、啊！他我掏你我的乌鸦还没来之前他带没带点盐啊他这平A闪现点盐掏一下炸平A无限封走位，闪现往前面被我掏，闪现往后边被我炸，无论闪不闪都得被我平 A 一下。我们三重封走位，望着阴影轻声诉说的秘密，最后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一道被重重迷雾。那蓝枪平 A 怎么没声呢？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。炸！他有皮孩了。刀锋现在遇着我们啊，直接我们就死了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能被他给遇着，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距离。掏一下，哎呦，快点快点快点走，掏炸，啊我炸，有点小亏啊、嗯、但也没办法，他要杀我咱也没招。人生事实一般都没这么简单。谢谢春风十里不如你，先出个重伤，出个啥都没用，我们这远程打近战脆的一匹，就只能等六，出个屁都没用，出重伤的掏一下炸平 A 炸平 A 炸，掏一下，尤其是刀锋这种乱穿的英雄，你知道吗？能点炎炸，换了吧。来个仪式的张姐，他老要跟我换，不过还好啊，其实就是少了十个兵，然后我们俩的等级是一样的，这就没什么问题。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
剧情杀，气势已经输了，怎么就输了呢？气势？那一换一有什么好输气势的呢？而且我多杀他一回呀、啊，这平 A 掏回来 ，W 吸炸，平 A 平 A 直接开大炸，平 A 平 A 掏回来。吸一下平 A 接炸接炸，怎么就气势就输了呢？哪个气势输了？哎呀呵，过来，掏回来，吸，炸，平 A 炸，别急啊，他没有 Q， 平 A 炸掏回来，炸，掏回来 W 完了全空了，漂亮！哎呦，我蓝枪的手速可以啊！当他们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他的意也在心中。我吃成塔皮，然后我们再去吃狗屎。你走吧，我上去杀刀锋的。哎呀，这刀锋这玩意儿来回乱穿，技能确实不好中。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确残忍太多。马上我们升级啊，升级就仪式的章节，仪式的章节一触发就回蓝。不是纪律炸平 A 直接大套点盐，平 A 炸，平 A 再 A 炸，不用别的技能，我们就直接就抠炸。可以征服的国家，拿下我们的阴血塔，无敌了。哎，刀锋扣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东西啊？胡乱吞，见到的就是可征服的美甲窃魂卷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出说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我就无法带领这个国家。
俄罗斯啊？什么俄罗斯？跟我俄罗斯都整出来了。我还德克萨斯呢，这怎么的呢？这我炸，直接炸，炸平 A， 掏掏回来 ，A 炸平 A 闪现，炸，接炸，炸掏，炸。其实这波没太玩好，哎呀，这波好几个技能空掉了，空技能，菜了菜了。版图的轮廓必须有士兵的鲜血勾勒。黑死了，商店好看吗？帝国照在巨大翅膀的阴影之下，哎，炸着了。还给个助攻，漂亮！还有个二塔啊！好，炸！好，炸！再炸！炸！掏一下！来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这美甲窃魂卷要不要回家呢？来呀！潘森，帮我，帮帮我！炸！偷拔不溜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啊！啊！哈哈哈 ！Five people， 兄弟啊，啊 ，Five people。这样出吧，我说实话，刚才我没杀漏，我刚要能有个秒表，我能一打五，就他们五个人搁一块儿的话，这种的我可以一打五，我不吹牛逼。要是以前是可以一条五的，以前也不行。关门打狗，好炸！完了，又没助攻，送火箭了，给我杀！炸！好，七炸钉。没盯出来，哎，有点烦。石头人给我打他！哎呀，漂亮！
什么玩意儿了？分离者卡特，活久见呢？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劲口舌。你干啥呢？你不会以为你们俩好使吧？叮，炸炮点炎，再炸平 A 掏回来，十二层美甲切魂卷了，我打不过他，算了。听到他们在喊。你海妖卡特我能接受啊，我不是说不看版本更新，那海妖卡特没问题啊，那分离者卡特你见过啊？我没见过。我掏你一下，劈炸炸掏回来，欺诈，好大！掏回来 W 炸，炸，再炸。算了，十八层美甲窃魂卷了，溜了。欺诈开大，炸，再炸 ，W 炸，炸偷。漂亮，二十五层美甲血魂卷了。也许该进就有自己的战魂如何？我说我要回家，非得不让我回家。命运不休，长天得都死了。啊，木木不敢上，没事。掏一下 ，W 吸炸，别着急啊，炸，平 A 掏回来，吸炸，再炸平 A W 掏。炸掏回来，炸给我踩的，掏回来 W 吸炸点炎开大，让他吸炸平呗，叮掏回来炸接炸，没炸出来，给我瞎荡，我都五毛蓝枪死不了，你别往小兵那走啊，还行，穿不死兵可以接受，
一会儿给你们抽五毛吧。他这硬送的我也没办法，他能跑他非得要硬死，他寻思能打过我。权衡之后的冒险，每个人五毛，那不行，就这五毛你们自己分吧。蓝枪指定是看着我们的直播呢。所以已导致他死了，这个属于内鬼。其实正常来讲要说你们黑幕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算了吧，我这无所谓了，我们一会儿超火抽个五毛啊。都让开，我一 v 五，掏回来，炸！掏一下，吸炸！来来来来，等你们家五个人都活了的来，掏一下，走位。炸开大超回来 W 吸炸平 A 叮闪现点燃炸超回来炸吸，没吸着那金克斯，要不然会被我吸死。这也不行啊，这金身快点全杀了，你拉倒吧，杀个屁还杀呢，人家不会跑啊。猴哥在理，那肯定在理呀、啊。